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背了半个脸的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通缉总再派我一头雁，你比一总一点过去的好。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，万事成功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的住院了，但是我好了，马上办出院手续，晚上8点的飞机，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，买了个红围脖，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晕呐！哎，小伙子，来扶我一把。哎呀，我娘啊，扶不扶啊？哎，必须扶啊！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晕呐！我这血压呀。没事，我带着你看大夫去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，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送钱来。哦，我这手机哪儿去了？我这手机、啊。你这样吧，大爷、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，我帮你打。好好好，138-116-5157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哎呦，你儿子电话占线。哎呀，这么着。我先带你挂号去，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。行行行，好吧。你儿子姓什么呀？姓尚。哦。喂，你好，谁呀？你好，猜猜我是谁呀？哎，你谁呀？哎呀，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不是你谁呀？我们是老朋友了吗？哎呦，这是个骗子。你老孙吧？哎呀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老孙呐！啊，老孙，你有事吗？哎呀，兄弟呀、啊，我遇到一点小麻烦。哎，老孙，你说。哎呀，我爸爸住院了，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。哦，哎，老孙啊，哎，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？哎，对呀。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哎，他，我最恨的就是骗子。想骗我，我上知天文地理，下晓鸡毛蒜皮，发光的物体是光源，描述路径是光线，派是3.1415926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哎，痛了痛了。喂，你好，谁呀？哎，你是小邵吗？对对对，我姓邵，你是谁呀？我呀，你猜猜我是谁？哎呦，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，你老孙吧？哎呦，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？对对对，我是老孙呀、啊！老孙啊，你有事吗？我跟你说呀，你爸爸在医院呢。哎，不，等会儿，哎，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？不是我爸爸，是你爸爸在医院呢。哦，这是升级了。哎，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？对对对，哎，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？对对对，哎呦，我现在没空啊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？可以呀、啊，这样你就不用来了。哦，哎，我爸爸他没卡呀。哎呦，那这可麻烦了。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这个是啊？哎啊，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？哦，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！你打到我卡里，我帮你办吧。行行行，哎，那打多少啊？哎呀，医疗改革了，用不了多少钱，有个200-300就够啊。哎，200-300哪够啊？我给你打1亿吧。多少？要不打2亿啊？不行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。哎呀。行行行，哎，我爸爸在医院呢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哦，是这个样，我今天呀、正好办出院手续。等会儿，老孙啊，你什么病啊？我呀，我心脏出问题了。哎呦，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，搞不好出大问题的。对对对，医生也这么说呀。哎，老孙，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？我想啊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啊。你换个心脏。哟，心脏能换啊？哎，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，换个动物的就行啊。哎呦，动物的行啊？哎，你就换个狼的吧。哎呦，不行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。哎呦，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？狗啊，狼狗狼狗嘛，你傻呀？对对对，你们都是犬科啊。对，配型成功了。哎，老孙啊，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，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生命是狗给的。他骂我呢吧？我还治不了他。喂喂，哎呀，小伙子。
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？打通电话了。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？骂人啊？哎呦，肯定是误会了。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，上过当，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。这样，我给他打，我让他给你道歉啊。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，你告诉他，我不是犬科，我是灵长类的动物。好，怎么能这个样呢？八号请就诊。哎呦，叫我了，通了。啊，他一看我的号码，肯定给你道歉啊！行，这下行了。哎呦，我爸爸，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，我是那个全科。哎呦，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。哎，我说你挺任性啊，小伙子啊！我不是骗子。哎呀，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。360行，你干什么不好，非得干这行啊？你这个人，我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做人讲究的是义，义就是正义。你整天坑蒙拐骗，你正义吗？不是。做人讲究的是信，信就是诚信。你整天损人利己，你诚信吗？哎呀，做人讲究的是孝，孝就是孝顺。你用我爸爸来骗我，你好好想想，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不是。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。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，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。你就是人比黄花瘦，没有几两肉，皮比城墙厚，子弹都打不透，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。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，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。成功了。哎呀，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感冒。小伙子，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？道歉了。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。道歉是应该的，用不着这么感动。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？不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说了我半天，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、啊、我不是个东西。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？你说他了吗？我没说。他都这么说你了，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？臣妾做不到啊。哎呀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太老实。这样，我给他打，我打开免提，我让他给你道歉。他必须给我道歉，怎么能这个样呢？哎呦，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！你没完了是不是？儿子，哎呦，你们听听，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，模仿的多像啊！哎，你谁呀？我是你爸爸。这骗子也太可恨了。老爷子，这是你亲儿子吗？是。你没打错电话吧？你信我信他呀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他真是你爸爸。哎呦，这还是个团伙。哎，你们这么有才艺，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？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。你让他给我来。你爸爸让你来。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？去。必须去。你等着我吧。我可不认识你。哎呀，我好认，我穿着一双红鞋。哦，你穿双红鞋。你不是要骗钱吗？见了你我就给你钱。行了，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。我还不认识你呢。我更好认了，我穿着病号服呢。哎呀，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，我知道哪个是你呀、啊。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。哎，等会儿，围脖别戴在脖子上，你这样你扎头上。我为什么扎头上？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。我不扎头上，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。行，你不扎是吧？不扎我就不去了。你要是敢来我得敢扎。你敢扎我就敢来。你敢来我得敢扎。你扎上我就来。掌声。是不是他？打上了。好，你这样，你动起来。我为什么动起来？你动起来，你跳个舞。我为什么跳舞？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、啊、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。你敢跳我就敢来。停，等着我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。把那花儿看大夫去啊！我陪你去吧。你接着跳，等着他。行为艺术，大冷天多不容易，必须支持。你来了，啊，穿着红鞋来的啊，你来的挺快呀、啊，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给的太少了，那你要多少啊？1亿。
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个东西？我是不是个东西？我是不是个东西？你不是东西，你是个人，就是不太正常。我不正常，我不正常，我不正常吧？我本来很正常，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。啊，我怎么着你了？你怎么着我了？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？我换了狗的心脏，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。我什么？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？你讲的全面吗？你讲的就不全面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讲的是仁义礼智信，忠孝悌节恕勇让。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，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，成功了。神经病吧！你才神经病呢！这要是放在大街上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家里人得多担心呢！我神经病，这事儿我管不管？我神经病，我必须管！我神经病，我神经病！大哥，干什么？上医院吧！站住！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！你要他干什么？我送他去派出所。去什么派出所呀？他是神经病，他得去医院。哎呦，去什么医院？这是个骗子！神经病！骗子！神经病！走，去派出所。我为什么去派出所？你是个骗子！我不是骗子！你是什么？我是个神经病！你看，走，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。你是神经病！我不是神经病！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个骗子！哎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神经病里的骗子！走，上医院干什么？派出所干什么？嘿，爸爸，爸爸，哎。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你没爸爸，你自学成才，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不是爸爸，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！我们俩是个组合，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。哎呀，误会了！哎呀，什么误会了？误会了！哎呀，哎，大哥，我这你等会儿，对，老爷子，你几个儿子？一个。这是谁的儿子？我的。那可是谁的儿子？别人的。你是谁的儿子？别人的。不是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认错儿子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认错人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。对对对，您这是乐于助人，是一个好人。对对对，小伙子，你也是个好小伙啊！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，你帮助我呀。大哥，甭说了，都是好事儿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对对对对，都是做好事儿，这事儿过去了。你过不去，你过不去。你没办什么好事啊，小伙子，哎，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，是，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。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，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，你得后悔一辈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小伙子，哎，我在电话里听出来，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感兴趣。好，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，他说了几句话，我认为说得非常好。哦，怎么说的？难道路上有坑儿，你就不走道吗？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？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？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？啊，我听过听过。你听过什么呀？我姓孙，这是我说的。小伙子，哎，你记住喽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爱，啊，这个世上好人多。好。哎呀，说得好说得好。哎呦，哎，我爸爸，爸爸，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爸爸，我忘了这个事儿。怎么了？哎，不行，我们来不及。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，来不及了。没有，你快走吧。我走什么呀？啊，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。哎呀，大哥，我去啊，这医院我熟，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。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，您放心吗？我放心啊，不过还是来不及，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。我去啊。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，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。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，你放心吗？我放心呀。不是，儿子，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？我去。你把你爸爸交给我，你放心吗？我放心。哎呦，不行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。啊，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。没事，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啊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放心吧。放心，成功了！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，你们信不信呐？信，成功了！想死你们了！文公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大家送掌声啊！啊！啊好，哎，太好了，哎，
蒋希明给大家拜年了啊！好，冯叔，哎，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，你们同意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带头还同意，嗯，假了，怎么的？李白是诗仙，我比他好，你还同意？准确的说，嗯，都挺好。对嘛，全面了啊！哎，冯叔，嗯，我能跟您赛赛诗吗？怎么赛？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。谁先说？我先说。哦，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我有一了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我俩一。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，我仨一。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，四个。一浦一阳一场笑，一江明月一江秋啊，五个一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六个。您这是歌词，诗歌诗歌，有诗就得有歌，不跟你玩了。瞧这个形象吧，长得跟鼹鼠似的。咦，乖乖，乖乖，你干啥去？赢了咱就跑。哎，赢啥了呀？那歌词跟人家比试，丢不丢人呢？幸亏我来了，没事儿，我帮你。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。就你这个长相，长得跟土豆似的，还给人家干，你弄啥的乖乖？哎，我那个长相咋了？我那个长相接地气，对吧？你再说了，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，你咋赢啊？啊，要比换个比分，咱跟他比地名诗句。不，这我不熟啊。我熟啊，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。那跟他比，赢死他！一中，嗨，嗯嗯，还敢比吗？鼹鼠先生。比什么呀？比地名诗句。谁先出题？咱先出题。哎，先下手为强。我们先出。什么地方？丝绸之路的起点，西安。北京，西安，有诗吗？张嘴就来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他说上来了。他说错了，嗯，咱问的是西安，他说的是长安。你说错了，我们问西安，你说的是长安。古长安就是西安。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。他说的对，我刚想起来，古长安就是西安。那我们就输了。输啥嘞？啊，他还没出题嘞。哦，对对对。什么地方？凉州。凉州。凉州不好吧？啊，你问他能不能热热。你能不能热？地名凉州。哎呀，那我得想想。想什么呀？凉州七里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。凉州。好。行，该你说地名了。我这个地方是玉门关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，你这地名也太简单了。简单咋了？简单咋了？贾旭明，我告诉你，听着，你赢了。对喽，不，什么叫他赢了呢？他说上来了。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？哎呀，没事，该他说地名了。什么地方？阳关。阳关。阳关太简单了。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？你会啊？张嘴就来呀、啊！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
你这是吃吗？哎呀，这事我不会啊。我会啊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阳关。好，行行，该你说地名了。我这个地名是，你闭嘴。我这地名是陆烂，不，你闭嘴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，我孙子都会。那你找他不会难一点的，你听着。哦、碎叶城，哪儿？碎叶城，这可快出去了。有事吗？有。啊！胡平洛伯紫薄汉，碎叶城西秋月团，明治星驰风宝剑，此君一夜去楼兰。人家连楼兰都说了，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，真是。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？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该他说地名了。什么地方？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，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，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，我都算你没赢。无地不成诗，什么地儿？说。哈萨克斯坦。他说哈萨克斯坦，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，你看我弄啥，我又不会。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？你不会啊？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，他都出国了他。哦，对对对，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？我就会。哪首？世界犹如海洋，时代又如劲风，前浪是兄长，后浪是兄弟，蜂拥后浪推前浪，亘古积今皆如此。谈好这桌的，你们会这诗啊？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？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。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。他说的对，我刚想起来，确实有这个人。你怎么老刚想起来呢？啊？他说上了也不算，为什么呀？那哈萨克斯坦的诗，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！没错，哈，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，我跟你说，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，你才算赢。用哈语会吧？我会。啊，杜尼耶，我肯狂，咋忙说干净？阿德和托尔肯阿拉勒。阿德克托肯厄内里尔黑贼别年奥勒杰勒巴雅库奈克尼尔。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？你能再说一遍吗？不能。为什么呀？我怕跟刚才不一样。你瞎编的你啊。哎，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。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？我不。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，我刚想起来。你小子，说实话，你到底是哪头的？你看来，我看你像他那头的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这头的，我刚想起来。卧底呀、啊！不跟你们比了，站住！哎，你别，啊，站好了。说你呢，就是你，太不像话了。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，别，哎哎哎哎，看错了啊！我刚六十啊，六，哎呦，您可真不像哎！哎，有能耐跟我比，比诗词接龙敢吗？谁先说？我先说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你接生。绳，绳我不会啊，你来吧。废物，什么都不会，你以为我会吗？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，就没人接得了这绳。这是跟谁说话呢？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知道我叫什么吗？接生大王。好。哎哎。接熊，对了，熊孩子，接熊，雄鸡一唱天下白，白发渔樵江渚上，过
成生，生。又是生。嗯，声色深红，寿带长长啊！唱和落日圆圆，圆愁四个长长，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！我明白了，就是这位置闹的，你们俩就不能挨着，重来。哎，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春啊，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你们俩还是挨着吧。再来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水啊，水光潋滟晴方好。好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这回我头一个说，听着。本是同根生，生哎，生人尚富儿，草木何足云？哎，云外飘飘，胡莫回？回回眸一笑，百媚生。国家就是开放二胎，也不能这么生啊，也不能呀。嘿嘿，爸，咱生了。等会儿。你叫他什么？叫爸啊？这是你儿子？亲儿子。对。甭问。哎，你也是他儿子？我不是，我是他女婿。一家子呀，回见。哎，冯巩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再没观众送掌声了。一点都不热烈。举国欢庆过大年，家家户户庆团圆，今年过节不收礼，鼓掌的2015挣大钱。哎呀，财迷真多呀！哎呀，这天好冷啊！我的家在东北，我的家在东北，哎呀，过松花江上啊，大豆高粱，在那青山绿水。姐，快冻死了！大妹子，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。哟，这还蹲着一位。谁蹲着了？我站着呢。我说啊，你们这出租车都哪儿去了？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。坏了坏了坏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，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，这可怎么办？着急吗？嗯，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，反正我闲着也没啥事儿。好啊，你车呢？这儿呢。啊，这是车呀，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。你黑车吧？我不是黑车，黑车要钱，我不要钱。你还想要点别的？不，你这人吧，你别解释了，别说是黑车，挖掘机我也得坐呀。哎，幸福大街你认识吗？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。过来干嘛？干嘛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拍摄像头，警察同志。他就长这样，别做鬼脸。我没做鬼脸，长得太惊悚了。警察同志，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您就找他。不行，我还得找张照片，哎呀，我留个证据。哼，哎，人呢？还是我蹲下吧。拿行李。大妹子，照相可以啊，可别往网上发，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。想多了，小朋友。哈，我想多了，你想多了吧？我长得像坏人吗？啊，来，捆上。干什么？这是？系上安全带。捆成这样，我还能安全吗？你就将就点吧，大妹子，我这车是九手的。别说安全带，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。哦，这车是用饭盒改的。我说，
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？我不用，怕累脸吧？你呢，应该安一个宝宝椅。大妹子，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。坐稳了，车灯没亮，等一会儿。嗯，咋说亮了就行呗。哎呦，坐好了啊，我开始飙车了啊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啊。停，咋的了？我这咔咔累胸，你是光光撞脸呢。请问您有本吗？还有本吗？没本谁敢开车呀？你看第一天拿驾照，哎哎，还有二十分钟就第二天了，赶紧赶紧赶紧开车。哎，好。你行不行啊？什么行不行？赶紧推一把。什么？推一把？你这，我让你推车，你推我干嘛？你想得美，我下去，行李还在上边呢，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。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，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，是狗也是吉娃娃。哎，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？没出租了啊，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，有没有？交警队走吗？走，上车就走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涉嫌非法营运，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。不是，那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可不是黑车。你别说话。哎，这位女士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？我，你猜。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？他是我老伴儿。你老爸？什么老爸？老伴儿？不，二伴儿。哎呀，他要是你老伴儿，他叫啥名？姚明儿。哦，就他，找不到我他对给对，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。你们俩真是两口子？真的真的，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，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？你看，就是啊。还真是哈。哎，大姐，嗯，那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？你猜。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。太物质。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，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？因为那份坚不可摧、至死不渝、奋不顾身的同情。好人呐，姐，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。哎，那不对呀，那刚才他说什么？拉谁我也不拉你，上车就走了，这怎么个剧情呢？我们俩吵架了，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。因为啥吵架呀？他嫌我长得难看，配不上他。大爷，你疯了吧？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？哎呀，我去，这叫什么辈儿啊？忘年恋不容易，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！哎，大爷，珍惜吧。大姐，对付吧。再见。哎呀，这个画面让我陶醉。再不躲开，我让你报废。那个什么，大妹子，就是刚才这事儿吧。说实话，谢谢你啊。
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，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。恶心他妈夸恶心，好恶心。着了，车灯又灭了。等一会儿我下去。不用了。啊行啊，大妹子，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啊！赶紧开车。哎，好。你能不能开快一点？够快的了，我已经飙到20迈了。我遛狗都30迈。你放心，大妹子，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。怎么又躺下了？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？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。鸡娃娃，我不姓鸡。娃娃，开点暖风。对不起，暖风坏了。如果你冷的话，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穿童装。大妹子，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，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。在深圳也不好过呀。阿七，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？就一个呀。停车。嗯。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？怎么又转回来了？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？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。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？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，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，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，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，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，出来加班坑人呐！我坑你什么了？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？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？嘿，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？不是我告诉你，有一辆车我绝不坐。嘿，哎，出租车。出租车，等会儿。出租车，等会儿。停车，停。哎，大姐，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？这大过年的，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？我跟他不是两口子，他是黑车司机。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？这不是说的对呀，大姐，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。我这，你没事了，快走吧。哎，哎哎，不行。哎走，不是，哎，车，大姐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回家再说啊。警察同志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！我这个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，太 happy 了。大妹子。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？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。那有啥呀？我都5年没见到我儿子了。你儿子抓起来了？我儿子在非洲。潜逃了？我儿子在非洲工作，年年说回来，年年也没回，整整5年了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。那叫空巢老人。我懂了。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黑车，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。我今天特意出来，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，我练会儿车。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？都回家过年去了，我为什么不回家？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，我寻思啊，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，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。去机场？去机场？你来火车站干嘛？这不迷路了吗？能怪我吗？啊！你这智商也是9手的吧？大妹子，你有没有手机导航？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保证12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。如果送不到，我就是鸡娃娃。
年了，姬师傅，反正我也来不及了，我陪你过个年吧。什么？你陪我过个年？哎呦我的妈，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。大妹子还有酒。哎呀太好了，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呐。新年快乐大妹子。新年快乐大鸽子。好吧，我又改鸟了。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，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，干！哎，你没喝呀？我不会喝酒呀。那你让我干什么呢？我就是客气客气。不，你这一客气，我一瓶下去了。你电话？谁电话？你电话。我儿子来的电话。快接。儿子，春节快乐！什么意外惊喜啊？什么？你回来了？好，等着，老爸这就回家。我彻底回不去了，你干嘛非逼我喝酒？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就你那车技，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？那也不行啊。没关系，嗯，我来开，咱们接上两个孩子，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太好了，哎，大妹子，嗯，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？是。那你呢？也是。太 happy 了，太惊悚了。等会儿，大妹子快跑，那小警察又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等会儿我，快快快，哎哎，我是来送饺子的，大爷大姐，祝你们晚年幸福。走吧，大家啊，回家吃饭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改天再来跳啊，好吗？走走走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改天再来跳啊，谢谢大家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辛苦了。哎，你想干啥呢？啊，我在这个地方排练节目，准备欢送铁路施工队，你喊啥呢？老板，铁路放炮，咣！咱们的奶牛好几天不下奶了，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跳舞，哎，你不着急吗？我着急有什么用？我能下奶吗？我去挤奶去。老板，不能再挤了。为啥？奶牛疼得哞哞叫的呢。哎呀，怎么会疼呢？使劲挤你，你不疼吗？哎呀，哦，疼啊！啊，哦，库尔班，库尔班，喂，哎哎，哦，那怎么了？哎呦，哥，那又来要债来了，又来要债来了！啊，老板发火车对你掩护啊！哎哎哎哎，老板，库尔班，哎，哎呦，哥哩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库尔班，哎呦，哎呀呀，哎呦，哥哩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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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
哎呀，好久不见，你是越来越漂亮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越来越漂亮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还好久不见呢，昨天还见了呢。耶，哎，昨天见了吗？不见了，前天也见了。我知道呢，我知道呢。还钱？还什么钱？耶，欠条上可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在我那儿订了好几天的羊奶，一共10000，你想赖账啊？我赖账？不可能不可能，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？大爷，哎，他的钱我没给他吗？没给，我的工资也该给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阿姨桂林，哎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库尔班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是不是？我太了解你了。就是别人讨厌你伸手，别人请客你喝酒，掏钱的时候你拔腿就走，桌上还剩一只羊腿，你说拿回家喂狗，到你家一看狗吗？没有，你在那啃着呢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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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，阿姨姑娘，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？我能跟狗抢吃的吗？那不可能。就是嘛，你也抢不过他呀。我去送他去。啊，我送他去。我送他去，送他去，去。哦嘿，哎，阿姨姑娘请坐。哎呀。阿姨姑娘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些天嘛，我奶牛惊着了，不下奶了，等下了奶以后再把钱给你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，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。太好了，正好我老婆子也不在家。库尔班大哥，喂，喂，快！怎么了？哎呀，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。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。什么呀，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，给我送钱的。送钱？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，一姑娘。哎，别人送钱你都不要，你脑袋进奶了吗？欠我的钱怎么办？你库尔班大哥在家吗？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我想，别，这是我家的银行卡，拿走。喂，密码？想知道密码吗？当然。太好了，来，怎么？哎，那你给我帮个忙。什么忙？一会儿张会计来了，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，不用他管了。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？哎，这个保险公司，哎，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？我不是保险公司的。哎呀，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？哎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哎，这个密码你要不要？要。要你就藏起来，我喊你再出来。好，我藏起来。去。喂，大家好。今天呀，我不能陪你再董大大了。哎，董大大，我就10分钟时间，说完话马上我就得赶回去。那就不用说了，赶回去吧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嗯，耶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呢。哦，你没说吗？啊，没说呢，你坐下来说吧。坐。哎，来，你也坐。张关心，你好。哎呀，谭燕。哎，谭燕。哎呀，哎，谭燕啊，你看这么长时间了。一直是你牵着小毛驴给我们工地上送奶，辛苦了啊！我不辛苦，他辛苦。对，小毛驴给张会计鞠躬啊！呀，神了，还会鞠躬呢？啊，再来一个鞠躬！哎呀，这小毛驴太可爱了，来，咱俩握握手。哎，他不呀！来，神了！行了，来呀，把小毛驴拴好啊！好的，再烧点水果上来啊！好，上去吧！哎，来，张会计，你坐。哎呦，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哎，是啊，是吧，大哥？啊，哎，你说真对不起了。是啊，我们在这儿修建隔库铁路，对，开山放炮打隧道，没想到这炮声一响，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，不下奶了，给您造成了损失。喂，谁说的？哎呀，没有的事情，没有的事情。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个炮响得好得很。哎，我奶牛高兴得很。哎，这个奶都不用挤了。你们哐的响一炮，哗的一桶奶；哐哐响两炮，哗两桶奶。我耶，这个牛奶多得很，多得很啊！哎呀，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呢吗？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呢。啊，就是嘛。但是这两天您给我们送的全是羊奶。对呀，我下的嘛。哦，你下的。谁下的？我奶牛下的吗？
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？哎呀，哎，徐哥来了，哎，谢谢。掌柜卷的好。哎呀，说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掌柜去说一下，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？好的，老板。嗯，掌柜姐，哎，这个奶牛嘛，啊，下什么奶？羊奶。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？哎呀，能不能下？下不了扣工资。下，马上下。蒋会计，哎，你养过牛吗？哦，牛我没养过。哎呀，那就好办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张会计啊，啊，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啊，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。饲料啊，对吗？啊，你给他喂点羊饲料啊，化羊奶。你给他喂点水果，化果奶。你给他喂点大豆，化豆奶。你给他喂点醋，化酸奶。哎呀，哎，我说咱别编了，行吗？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，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。我们经过核算，您的损失大概是10000块钱，我给您拿补偿款啊！哎哎哎，掌柜姐，掌柜姐，掌柜姐，哎呀，这个钱不用你给了啊！哎，有人要赔了，谁给你赔啊？哎，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，欢迎保险公司来啦！哎，当当咚当咚当当咚当。保险公司，哎，过来，保险公司，哎，进来去上，这也太能编了，蒋会计，哎，保险公司，你好，保险公司，啊，你是保险公司，我是保险，不是班，啊，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，不下奶了，对，我不下奶，哦，我下什么奶嘛，我奶牛惊着了，不下奶了。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？哎呀，你看这个保险公司把我赔钱来了。哎呀，谢谢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，不错，非常好啊！你们这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。你俩先别客气啊，妹子来，我问问你啊，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？人寿保险。奶牛？啊，对呀。哎，我库尔班是人，奶牛是兽，人寿保险嘛？啊，对嘛，对嘛。哎呀，那库尔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？保啥？保额。啊嗨，他保的是牛，不是鹅，他们家不养鹅。你也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保险公司，你不要说话，你坐下吧你。哎，张会计，你请坐。哎呀呀，抓紧吧。好好，我抓紧时间。来来来，你坐下。哎呀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行第二项。第二项啊，那保险公司给钱吧。好嘞。哎呀，我没带钱。哎，他没带钱，你看这，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？哎，我是过来要钱的，我带什么钱吗？哎呀，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？哦，卡。给。哎呀，我的卡又回来了，保险公司给卡了。行了，保险公司，你走吧。好的，我走了，伙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张会计啊，现在这保险公司干啥？岳大人，哎，这个蓦然回首，保险公司还没走，钱没到手，我不能走。哎呀，这个钱没到手，你先走嘛，我后面再想办法。哎，那你上不忙走了？哎呀，下来，南山来，别干不能白白的干，走羊的看白吗？哎，别别别别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好了，这个不能。包了你，他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，不是他，你是奶羊场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新疆修铁路快2年了，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。满缺德，满缺德，满缺德。牛，卡拉，羊，可以。大哥，阿嘎，妹子，斯伦，大家好，亚克西姆，满缺德，满缺德。来了，库尔班阿哥，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，我没时间了，我得赶回去了，我味儿还回不来了。来，拿着。哎呀，张会计啊，这都是小事儿嘛，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，我们领导说的，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儿，我老婆说的。你老，库尔班阿哥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。再见，掌柜姐，掌柜姐，我有事儿了，我得出发。哎，这个钱不对。喂，怎么不对？10000正好。哎哎哎，把钱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大哥，给了。
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，那咱再好好算算差多少，我再补给您。哎，你非要算一算吗？那咱得算清楚了啊。好，今天我库尔班就给你好好的算一算。沙暴中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，风雪中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，地震中你们救过我们的命，震后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。我受伤的时候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，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，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汉子兄弟是谁啊！你算算我库尔班这条命值多少钱呢？库尔班大哥啊，你看您说的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？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石榴籽一样，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。说的对嘛、啊、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？他要是亲兄弟他得明算账。哎呀，啊，库尔班大哥，我们上级有规定，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的损失那必须得赔偿的。你们上级有规定啊，我们维吾尔族有规矩，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。要谢库尔班，欠我一万。哎呦阿姨姑娘，那个钱我会给你。张会计，给他赔偿一万、啊、这不一万吗？好，欠条。羊奶的钱我不要了，我们之间不就平账了吗？啊，对吗？平账了吗？不是，咚当当，这两回事儿。一万块钱你拿上，咚当当咚当，张会计你走吧，咚当当咚当咚当。大员，坏了！你怎么了？你也惊着了吗？我什么惊着了呀？我这光顾说话了，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，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张会计，你不要着急、啊，我这地方驴车有难、啊，我的驴跑得快的，我给你套个驴车。太好了！哎，太爷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这是人，奶牛下什么呢？驴奶吗？你养过驴吗？哎呀呀呀，行了，什么？怎么了？还套驴车钱了？人家都知道了。妹子，哎，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？是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羊奶简直太难、啊、啥太好喝了、哦、好，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订羊奶不就完了吗？没问题，那你拿着，这是以后的定金，保证供应、哎、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张会计，哎，库尔班还要送你、啊、我是开着吉普车来的。张会计人呢？行了，上当了，人家开着吉普车过来的，走了。阿姨姑娘，怎么？老板把钱给你了？什么老板？张会计给的、啊。下一回直接从我这订羊奶，定金。阿姨姑娘，哎，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？妈呢？他们隧道打通了，到下一个点去了。走了。啊、哦。那这个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赶快抄近路追呀、啊！好，乡亲们。军事家叫孙子，他说了几句话，我认为说得非常好。哦，怎么说的？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？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？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？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？啊，我听过。你听过什么呀？我姓孙，这是我说的。坐好了啊，我开始飙车了啊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。停，咋的了？我这咔咔累胸，你是咣咣撞脸呢。请问您有本吗？还有本吗？没本谁敢开车呀、啊？你看，